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录影机，我们的背后可以有散景的效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我的主体是清楚的，但是我的背景是稍微模糊的，这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摄影机，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背景单纯化。比如说，我有个绿色的背景，好，这个绿色的背景呢，我只要把它放在这边，那我就可以利用电脑的软体特效来把这个绿色的背景给去背，整个背景去掉之后，我就可以把我的人像贴在其他的背景前面，那我们的背景就可以换各种不同的背景。但是重点是这个绿幕它必须要颜色非常的干净，那你在去背的时候，这个软体才能够去得很干净，让这个边缘可以很精细的，然后比较没有误差，和背景不会有奇怪的界限，那我们的去背效果看起来才会逼真，和你实际的合成的那一个影像或者是那一个影片可以把它融合在一块，很像是如临现场的感觉哦。